巫统主席南都斯里阿莫扎西跌倒送院，昨天无法出席健康思维基金会审讯，今天也缺席了外国签证系统贪污案审讯。不过法官暂时裁定9月1号的审讯照跑。巫青团长南都阿斯拉夫昨晚上传了首相南都斯里伊斯麦沙比里在医院探访阿莫扎西的照片。由于两人在是否支持国盟政府的课题上站在对立面，所以这张照片有种大和解的意味。在面对40项贪污指控的外国签证系统案中，法官看过了医院证明信后，批准暂缓今天的审讯。接下来会按照阿莫扎西的健康状况决定审讯进度。可是法官强调，案件关乎公众利益，必须尽快审理。另外，健康思维基金会一案的承审法官今天下午也传召阿莫扎西的医生了解伤势。医生表示，扎西跌倒后影响救患，才会入院接受治疗。他目前可以步行，但不能久坐或站立。医生也表示，扎西可能可以出席9月6号的审讯。